我送。全新首发，佳琪新品秀来喽！所有女生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冲浪主题。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干嘛？去冲浪的话，一定要选择去一去，真的很好玩。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都去过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冲浪开始慢慢的被大家所喜欢，而且到现在，我觉得已经不仅只是一个运动，而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生活态度。那么，去海边冲浪如何穿搭呢？那我们来请第一位。格栅闹海吗？今天这个颜色是很好看，鞋子 pink， 往往很适合这个黑色不相衔的名字，好好看哦。我说真心话，往往如果你就平时会买这样的品牌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女生。女生礼物，我送，非常好看。英文解说我超喜欢这双，不然我进来。好显白哦，好可爱的双鞋，3600很合买它啊。下一个哦，这才叫做冲浪的样子嘛。刚刚那些是不是去海边坐坐的？这双鞋我跟你们说，女生你们自己去买一下，妈你最近我非常非常爱的品牌，而且会比较的稳一些，就不会那么的就是随意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吧。我觉得今天去的拖鞋就是黑白是很好买搭，然后你们在海边的话可以买亮色，亮色穿泳衣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买亮色哦。我跟你说，这双拖鞋是不是叫潮牌？它旁边是草字头。OK， 真的是有趣的，来给大家看草字头。哎，不骗人，真的是很舒服哎。推荐给高个子男生女生买吧。我跟你说，我种草就是这个麦乐，一定要穿彩袜，然后要穿短裤，这样穿就会更好看，更潮酷一些。是吗？立马拿走这一双，但是这双要穿短裤才好看。穿彩袜。对。